和这个去除黑斑疤，这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哎，难免会有耳斑调剂，好不好？那怎么办呢？涂一涂下，你们现在该怎么做？有调剂的吗？大一点，还是看得到啊？贴一块肉色的那个还是看得到啊？对不对？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做一下哈，看该怎么处理。好，我们来看这里了哈，影像边修来，在这边。好，那顺便看一下这个放大缩小在这里，对吧？好，你看呢，这里有一个去除黑斑疤，那么上面呢一个白针，你是不耳斑还是不调剂，有无？看你是黑斑小的还是疤痕，那其实你不用太在意，因为这个部分呢，你要两个要试看看。以我现在这张图来讲，是用疤痕效果比较好，啊，所以我们就来试一下疤痕。那这里呢，如果不够大，你再把它放大一点，我再带看得比较清楚了。一般来说的话，我们的那个笔刷就是像这个圆圈圈，大多就是比你的疤痕大一点点就好，不用大很多啊。不用大很多，所以我把它稍微缩小一些，你可以用这边调也可以。好，哦，这样可以差不多。点一下，怎么样？端走就适合，端走就适合。但是你看我这里是有好几个，你如果这样子，这样子按下开始处理，一秒钟我不行了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要连续的才行？它目前的限制是这样的，所以呢，你就先不要太贪心，一次一个。这样有没有比用贴的快？各位，好，那这一样。所以下次有痘痘，我们糖果把挤出来，直接印一张你的照片贴在这里就好了。这样走路就可以了哈。所以像这个，处理一下。啊，你如果点在这里，头发会不见呢？这样了解哈，所以这个呢有没有简单？很简单嘛，所以我处理一下效果就好啦。所以你只要上我们课之后，今天上完就可以很有感觉。照片真的吗？对不对哈？所以你看用这个免费软你就可以修很多了。那当然这个部分呢是疤痕、青春痘你都可以用。那么我们再往下看这个。哦，这边就要问一下各位了，请问这个叫做？叫做什么纹？啊？抬头纹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呢？月纹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才是法令纹哈。所以呢，这个用疤痕不好，反而用这个效果比较好。我做给你看呢。这样太大哈，你会吓到。下次不要拉的哦，有没有？你们，我可以只做一边嘛哈，但早知道，有没有？收到这个台的那个除皱霜，啊，你有看病了，你们冷静，也不用忍受皮肉之苦，不是很好吗？所以等一下让你玩。那这个呢，这还有一张阿贝的哦，好吧？这个白鸡爪爪啊，好吧？所以给你玩看看，好不好？来。